那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你们怎么没分开呢？他找我道歉了。啊，你道歉了？我是找他，我第二天醒了，我觉得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当时在气头上，有点冲昏头脑了，我就去找他，就在宿舍楼下，我站整整一天呢，在宿舍楼下。后来不该呀？那不该吗？ 该该该，但后来他原谅我了，后来原谅我之后，然后我对他真的挺好的，我基本上除了睡觉，我每天就是陪着他。现在为什么你要跟人分手呢？我是觉得他还是那个样子，因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跟我生特别大的气。啊，我就连喝口水，然后他都能跟我急眼。那喝水那事本来就是你的错。啊，怎么就我错了？当时我们俩在河边走嘛，我喝了口水，我觉得有味儿，我就吐了，然后他可倒好，就因为这件事儿。 让刀骨一落，是那么简单吗？就是那个时候我刚看过一部非洲纪录片，就是很多非洲人一滴水都喝不上，好多人就因为没有水就死了，真的是活活渴死的。他那时候那么一大瓶水满地吐，咣咣往下吐，你那些水能救多少条人命啊？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啊，你第一你不珍惜环境，第二你也不珍惜人家的生命，你这点水能救多少人啊？我教育你一下不行吗？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。 我说他两句，有可能是我说话重了或者嗓他一下。你说什么了？我说你神经病啊你，多大事儿啊？但是我装清高，说我装的，那我就是好心。后来你还嗓他了？对，我嗓了他一下，谁知道他真就往河里跳啊！你都嗓我了，不就想让我跳河吗？他我把我往河里嗓，我就随他去。跳了吗？跳了。河水深吗，姑娘？到这儿。我真没想到他能跳河，你知道吗？嗯、然后你下去救了吗？我救了呗，我能不去救他吗？啊。 后来我拼了命给他拽上来了啊！我觉得他，你说经过这么大一件事儿，肯定这人肯定改了，不会再这样有这种毛病了。结果他后来他还是这样，他就一直数落我，从头到尾现在事儿全是我身上。你自己想没想过你自己有啥问题？我俩在一起4年，从大一我小鲜肉，我是学妹。 我跟他在一起了，我没有过自己的生活。这4年每一年周年庆，从来没给我过过。第4年，我自己买了一些气球，然后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。然后他进屋给我来一句：“咋这么磕碜呢？这气球，这黄色儿不好看。”你说我，你这样让我心里多难过吗？我就说那两句，咱俩在一块儿天天开心就行了呗，那不庆祝干嘛呀？就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，然后之后对我就特别冷淡。 就这点事儿，你至于犯得上就把咱俩在一块儿那么久，攒那么多东西，你往河里扔吗你？你瞅我啥都不顺眼，我就扔那些让你顺顺眼呗，让你清静一下。扔河里我不管了，我能接受，但他整个人玩失踪，我真接受不了啊！你知道我多担心吗？我整整3天我找不着你人，你朋友没人知道你去哪儿，你寝室也没人。 我最后通过你父母，我才知道你偷偷跑回家去了。我怎么我就偷偷跑回家？我想家，我回家不行吗？我跟你在一起4年，我感受过一点温暖吗？我爸我妈从小对我娇生惯养的，到你这儿，我每天给你洗衣服。哎呀，你说说养闺女有什么好啊？都给别人洗了，也不给老爸洗。所以我就想家了，所以我回家了。我怎么了？嗯，那我后来不也劝你去了吗？苦口婆心跟你说。是，你后来是劝我了，然后我俩又重归于好了。嗯。 然后好了之后，他就对我还是就那样，就特别冷淡。